第四试题，第四是45式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44到第45题。下表是元素周期表的一部分，表中格子内的数字表示该格元素的原子序。那么第四试题问说，由表中的资料推算。第四周期第13族的元素原子序为何？那么第四周期就是第四个横列，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叫做第四周期。第13组就开始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原子序多少呢？我们的周期表是按照原子序排的，所以呢，二八二九，后来就是30，然后这边就是31，所以这个原子序是31。因此，第44题问我们说，第四周期第13组的元素原子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31。